秦营。从养马奴到统一华夏，一口气看完秦国统一之路。公元前905年，秦妃子因养马有功，被周天子封为附庸国。自此，秦国开始了与西戎的200多年战争。公元前822年，秦国第四任君主秦仲在与西戎的战争战死，西戎攻入秦国，秦国沦陷。据说秦国被屠杀的只剩下5个人，差点灭族。秦仲的5个儿子逃到京城，向周宣王求助。周宣王慷慨地拨出一支7000人的部队，把西戎人赶出秦地，秦国复国。此时距秦国开国仅仅50年左右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平定南方百越。自此，秦始皇嬴政完成统一6国的大业。嬴政自称始皇帝，分天下36郡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奠定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。